Welcome， 哎，爸，月月又胖了。甜甜来了，爸。哎，文兄，哎，影帝。甜甜最近排污水还顺利吧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没人管。今天我们一家人齐聚一堂，真是高兴。我也整两集，最近大家都忙，甜甜要忙着排污水，月月。 家里出了事，而且还要抓首尔的那个杀人犯，但是再忙，家庭聚会也是需要的。最近呢，你们又多了一个弟弟小泽，我呢可能最近关照他比较多，但是啊，你们俩一定别太往心里去，毕竟他只是个领养的，你们是亲生的，对吧？当年韩国。 还有日本，都是美国亲自下场打下来的呀，广岛、长崎，对不对？小泽嘛，既算儿子，也算狗子，主要是养着咬人的。他除了咬人，也没别的用啊。你们俩就不一样，你们有权啊，都是爸爸的左膀右臂了。将来爸爸困难的时候，还得让你们买点国债啊。三人行必有我爹。 我们要加强合作，在这个印度洋区建立一个稳健的军事同盟，牢牢的对那个加拿大形成遏制。你俩也要放下恩怨，对吧？那些个事儿都是你们出生，出生之前的事了，不重要，以后都好好的，加把劲，只要能把那个伊朗压制住，世界就是我们父子三人的。